张姐，您的咖啡我给您放这儿了，放这里边。这个包我复印十份，然后装订好了给我拿过来。哦，好的。嗯。高贵，哎，常让你帮忙打杂吧。嗯，我来吧。 你要几份？十份。好。哇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公司就是这样，虽然不是按资排辈，但是按业绩排辈。你只有签了客户多了，业绩高了，你才能让别人帮你打杂，不然你只能帮别人干活了。嗯，不过很正常，你是新人嘛，所以你要把握住机会，你早晚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客户的。我加油。 糖爆米花中秋促销 brief， 前面我说的大家都明白了吧？嗯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会议的最后一个流程。最近有一个新的 brief， 美糖爆米花，想参加的可以举手。 陈高贵，那你来准备一下吧。嗯。你们几个人继续讨论一下，其余人散会。高贵呀，你个新人，没必要这么折腾啊。我是新人，所以要多多学习，不怕折腾，怕的就是没机会折腾。 这美糖爆米花在业内的名声，他们是出了名的陪稿公司，有固定的供应商。你去提案呢，也是陪着玩而已，你还挣不到钱，你又何必呢？小孩子才选择放弃，成年人都是死马当活马医。行吧。 你好。 我是公关公司派来会见钟总的，麻烦给我看一下邀请函。好，请。保佑！啊，这是这位公关的张总监，据说关系很硬。看他那个表情，咱们估计没戏了。 信达公关，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，谢谢。这位是信达公关的甄高贵，这位是美糖爆米花的 CEO 钟总。信达公关甄高贵就是你啊。 好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哼，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当上 CEO， 怪不得公司名声这么差，妖魔鬼怪。美糖爆米花是吧？属于美滋味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啊。最近5年，每年业绩下滑10%，营销策略跟10年前居然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丁点进步都没有。 你看看别的公司，恨不得营销策略每个季度换一次。你们倒是好，一条路走到黑，还想靠我们公关公司提高销量？你做梦吧你！